试接开始。稍等，好，总电源打开。总转速是110。按个入场运行。好。开始旋转。没啥事。好，你再设置温度。现在已经加热了呀。减 set 设到80度，减成 SP。那70度。70，好，再按一下 set。好 ，OK， 这里 Auto 指示灯亮，说明正在加热。你出不去，稍微回答。这个是传感器，这是传感，加热传感。试机完成，旋转正常，低过加热正常，空降开始。好，是。哎，让我看一下啊。好，空余过。余过升起。它这有没有限制上限？有。好，摁下。低过下降。其实速度太快了，水加的有点多。那打出来了哈。下降，好，完毕，再挂上去，完毕啊。试机完成。